这里的人都不喜欢我吧，他们觉得我的一切都假。大小姐，你别难过啊，回宿舍我们一起帮你想办法。回宿舍后，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大小姐呢？他们说大小姐的话是打印出来的，还说她造假。他妈还说我的舞蹈也是假跳，因为播放出来的只有很短的画面。哼，这些小人，我们不能就这样吞下这口气，必须不能，我们得想办法帮大小姐证明，让那些人都闭嘴。那我们干脆就把大小姐画画和跳舞的视频都拍下来，看他们还说啥。那还等什么，画画就去我家书房，各种工具齐全，保证不影响大小姐发挥，去吧。到小美家后，哇，小美，你家书房工具太豪华了，比我在古代时爹爹的书房还要好。那当然得豪华了，我花小美可是被宠坏的小公主。花小美，你改天再吹，咱们先办正事。好吧，对对对，咱们先办正事吧。大小姐，你开始画吧，我给你拍。嗯，好，那我这就提笔作画。灼灼荷花蕊，亭亭出水中，画一幅我最喜爱的荷花，它出淤泥而不染，是君子之花。我画好了，各位看看如何？哇，一个字，美人，太棒了！这下我看谁还敢说大小姐造假。嗯，这说服力够了，咱们抓紧时间去给大小姐拍摄跳舞视频。说跳就跳。等等，嗯，应该把这个穿上。哎，我好久都没有穿过这么好看的衣裳了，跟我在古代的时候穿得很像。哎，差个发型交给我。谢谢小美，我仿佛回到了古代呢。事不宜迟，大小姐开跳吧。觉得大小姐画的画跳的舞怎么样？各位王子公主，请夸夸。太难受了。画画，你怎么没去上课啊？我应该是感冒了，为了不传染你们，今晚我还是回家去睡吧。那你多喝热水呀。过了一会，秦乖乖怎么不在？他不舒服，他传染给我们，就回家去了。传染？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我是说，林呱呱得了什么传染人的病，已经去医院了。哦，这么严重啊！哦，什么？林呱呱得了重病，现在快不行了。千真万确，我亲眼看见的。过了几天，林乖乖，嗯，我妈不是好了吗？又要去哪？哦，我妈喊我回去录个指纹，我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先走了，拜拜。录指纹？回到宿舍，怎么办呢？乖乖还没有回来，她不会真的被抓走了吧？她只要你淡定点，要相信乖乖，她不会做违法的事。可是她都被抓去录指纹了，什么抢劫、拐卖儿童，还是……姐妹们，我回来了。
犯什么罪了？我犯罪？好吧，我做好心理准备了，不管你做了什么坏事，我都不会放弃你的。你们在说什么啊？根据呱呱的反应，我判断又是一次谣传。又来？这次又传什么了？整个学校都在传你犯了罪，被警察抓走录指纹去了。对，说的有模有样，我都信了。我妈只是喊我回家给新买的指纹盒录个指纹而已，至于传成这样吗？是谁？出来，我要跟他单挑。不建议喝。行，那买点面包当早餐。面包淀粉含量高，不健康，也不建议吃。在我妈的世界里，买什么都不对，要么不安全，要么不健康，要她陪着逛街买东西是不可能的。啊，原来大家都有这样的烦恼啊，你们怎么看？哈哈哈哈，可乐在手，鸡腿也有。今天最好给个解释，不然我今天就去烧死牛肉。我妈发现我考18分的卷子，正在满世界追杀我呢。看起来阿姨连饭都没给你吃，很呢。简直不想进吧。李牛牛考18分，天哪，都难不了了。你跑路的时候，难道被牙齿都还给我吗？过
了一会。饿死我了。老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让高老师给咬了？卖薯片能有不好吃的吗？再给我多吃两口嘛。你可别吃完呐，小苹果。走啊，一起玩出去。来啊，老姐，我跟东东玩球去了。好好好，你快去吧。我小时候给我们吃薯片。我也没说请你们吃啊。哎，还是回宿舍吃泡面吧。哼，别说，你姐还挺大方。那当然。你在这等我啊，我去洗个手就回来帮你吃掉。哎，哇，真香！看我的樱桃小嘴，一口闷。保证让您的朋友吃得高兴。开吃了。风铃，你吃肉，这家的牛肉可好吃了。谢谢呱呱请我吃火锅，你们也快吃呀。我吃菜，我最爱吃菜了。我也只爱吃菜。彩铃能不能装点幽默？各位，今天店里面不小心多杀了一头牛，辛苦客人们帮忙吃一下，不够的话随时叫我。辛苦了，真是辛苦了。妈呀，这什么运气，上上上，我要把天上掉下一头牛。咦，你俩不是说不爱吃肉吗？这么多肉别浪费嘛。我发现肉的味道也还行。你好，今天刚好是我们的店庆，每桌都可以来一次免费抽奖，幸运的话可以免单哦。哇，那抽到免单的话我就不用付饭钱。呱呱，今天是你请客，你来试试手气。免单，真的免单，恭喜恭喜，那一会儿各位吃完直接走就可以了，不用付钱了。耶，干杯干杯。又吃了一会。你多吃点。这怎么有一只兔子？这什么呀？天哪，这位客人，您居然吃到了我们店的吉祥物豆腐兔子。豆腐兔子，根据咱们店的店规，吃到吉祥物的顾客将获得1000元现金奖励。您收好，您的运气真是太好了。免费吃火锅还送奖5000，这经理办事还挺靠谱的。吃饱了。太满足了，走，再请你俩喝奶茶去。耶，我也要吃蛋糕。方经理，大小姐，你这次做得很好，我回去后马上通知集团给你升职加薪。谢谢大小姐。只不过大小姐，您为什么不直接跟朋友表明身份呢？呱呱想请我吃火锅，那就得让他来请，这样他才更快乐。还是大小姐您想得周到啊。1分钟之内我要整条奶茶街对这个女孩免单。姐妹们，你们看这是什么？看看是谁敢跟我做对比。天哪，呱呱，你居
责，真是太幸福了。切，不就是两本归零证吗？本公主这么美，才不会输给林冬瓜。第二天，丽丽，我求你了嘛，你看套餐我都给你买了，你就把你的闺蜜证给我嘛。可是我的闺蜜证已经送出去了，你找别人吧。那你不能给我闺蜜证，刚才干嘛接受我的奶茶？哎，花小美，你干嘛？陆小青，你人缘不好，闺蜜证肯定还没送出去吧？什么？你说我人缘不好？你人缘不好没关系，你的闺蜜证给我吧，我愿意收下。好笑，我人缘再差能差得过你花小美？哼，你别去，谁会把闺蜜证这么宝贵的东西送给你？有了，是小美，你居然收到了十本闺蜜证，太厉害了！那是我花小美的人气，那可不是盖的。十本呢，太牛了！居然这么多人想要跟花小美成为闺蜜，造孽！简直不敢想象，同时拥有十本闺蜜证是什么神仙体验？那本公主就借你几本体验体验吧。这才十本闺蜜证就把他们弄成这样，这要是再来十本的话，他们还能把我当成神呢。嗯，怎么还没干？奇怪了，这本也没干。呱呱，怎么了？闺蜜证上面的字全都没干，墨水印了我一手。对呀，我的也没干。他们都是刚给我的，可能就还没干。这些闺蜜证上面的字迹也像是董一个人写的，难道完了完了，他们赶紧会发现这些闺蜜证都是我自己写的吧？要是被他们知道，不得笑死我。这闺蜜证该不会是小美你？我其实我这些闺蜜证，小美，我的闺蜜证也送给你，你确实很受欢迎哦。真的吗？本来我就知道肯定会有人愿意把闺蜜证送给我的。我已经知道小美的闺蜜证是自己写的了，但是谁不希望有人真心的喜欢自己呢？所以我把我的闺蜜证送给小美了，大家觉得我做的对吗？呱呱，您知道我最喜欢吃麻辣烫，居然没叫我吃。二号吃货这就吃上了。这麻辣烫吃起来就爽。爽啊、你俩有好吃的居然偷偷吃。哎，别激动，我用小厨房再给你做一份就好了，来一起吃。好好好，这麻辣烫吧，咱们小厨房还能做麻辣烫啊。当然可以啦，吃这款特别方便。妈呀，怎么买了这么多？嘿嘿，不多怎么够我们205吃啊。我来给你做，饼煮3分钟，捞出备用。再煮一锅温水，加入粉包、麻辣烫底料包，烧开后放入面条、蔬菜包、干菜包，最后麻酱、辣椒酱、醋、麻油，喜欢的味道都加上。于是三号吃货也吃上了。香香香，折磨我的快乐轰炸了。麻辣烫永远的神。好吃到我的口水都从鼻孔里流出来了。天哪！最后四个吃货都吃上了。本公主原谅你们了，太香了，这种美味谁能拒绝啊？可不，隔壁宿舍都得被我们馋哭。隔壁宿舍要是真能闻到的话，早就过来了。哇塞，205真有你们的，我在爱丽丝都放不住了。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。来，也请你一起吃。只能闻到我自己身上的香味。我不行了，今天找不到就臭
靠近，味道越直冲我天灵盖。几天，我怎么又闻到一股怪味？花小美，你是不是又没洗头？我没有。花小美，你又来？不是我，我现在一天洗十遍头，全身都香喷喷的。不信，你们来闻。奇怪了，不是小美，那会是谁啊？反正不能是我，我每天都花一分钟洗澡。唐雨桥，你该不会屁眼睛坏了吧？啊？对呀，唐雨桥，你最爱放屁，那味道简直就是生化武器。睡下了。嗯，加油加油，明天就加油！唐雨桥，这个船再动一下，本公主就把你扔出去。快睡吧，我真的好困呢。糟糕，我的西西果冻是不是忘记带了？凌晨四点，有什么没带呢？不要不要，先去把衣服穿上，这样一起床就可以直接出发了。是天亮了吗？黄小美都醒了。
郊游。睡吧，玉桥，今天你的郊游只能在梦里喽。今天一定要复习完所有考试的题。好了好了。这下完蛋了！牛牛，你得了疯牛病啊！你看什么？我刚才在楼下跑酷，结果……哎呦！站住！你哪个班的？现在校长老头正在满世界找我呢。要不我今天还是逃课吧？你要是现在逃跑，肯定一出门就被他抓到。没错，以校长的性格，今天一只苍蝇都别想飞出学校。那看来我跑不掉了。只能等着被校长抓到了。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雨乔、白雪，你们帮我拖延一下时间。楼下。疼死我了！看我来给你换个头。小绿毛，我今天一定要逮到你。校长，你是不是找一个绿色的头发、戴着黑框眼镜的同学？对对对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我刚看见他着急地往高年级教室方向跑了，应该还没走远。哦，是高年级的呀，这下好找了，谢谢你啊，同学。呱呱，我已经成功把校长引向另一个方向。太棒了，到你了，玉桥。速度。王老师，我听说校长在评选优秀班主任，正在考虑给谁呢。还有这事儿？那我赶紧去表现一下。找一圈了都没找着，吓死我了！你有什么事儿？校长，我一直都跟学生们说要以您为榜样。不错，校长，您全身都是优点，除了头发少点、样子丑点、身材胖点、个子矮点、文化低一点。够了，全身上下被你说的全是缺点，彩虹屁都没了，叫什么语文？小美终于甩掉花泽，没跟上来吧？对不起啊，你没事吧？你撞我干嘛？难道是想用这种幼稚的方式来吸引我的注意力？你该不会是以为我喜欢你，所以故意撞你吧？